哎，阿公，给我龙虾尾巴。哇塞，好多肉！阿公，今天吃海鲜鹅。我昨天晚上没得吃海鲜了，你没机会了。这叫心有灵犀噻。那可要别牵着我。好记得。阿公，我给你做个干锅的海鲜大哈。随便上喽。准备了菠萝、梭子蟹、鲍鱼、生蚝、虾子、小龙虾，一把花椒，切起哦。哎，这钳子好大。那你知道钳子吗？还都尾巴都是你的。哎呦，生龙活虎的。去掉鲍肉，去除内脏，再盖上花刀。阿公，点火鹅，要再开个。水开下头蒸笼，先放着比较烂熟的海鲜，放着姜片儿，再来一笼。上百分色，再来点蒜蓉，下蒸15，上蒸10分钟。哎，最近汽油又涨价了，加满一箱得300多。你不用70卡？哎，70卡，就是我平时家里都是用70卡省钱的，用他家要全国70起，平时跟车子交200块油哈，能省40多。像我身上穿的最近很火的红星二克，50不到就买到了。而且你还是新人，还可以参加零元购，零元就能买鸡的剃须刀，还有碧螺春的茶叶。那个好像你不早点去，在哪儿办嘛？这个可在支付宝搜索70卡就能免费领取装，或者点我视频主要方链接就能办理了。哎，我也可以办一张。要得，再切点葱姜蒜。再切点小米呢，干海椒，干花椒。时间到了，哦，这种是盖面的，哦，烧油，油在葱姜蒜爆香，再放个干果酱、豆瓣酱、海鲜酱，三酱合一，必定好吃。干海椒、干花椒，下没了，再放个鸡精、盐巴、白糖调味，下入海鲜，用锅铲清炒，锅边放个半罐啤酒，再放个葱段儿，要得了，起锅。开始摆盘，浇油，就这个海鲜大咖，我后几天评论你买过小红心，你们给吗 ？Thank you。其实昨天晚上我做梦，你们全部都点赞了。来啊，我请客，要得开干，切，来整，来我先给整个生蚝吃的，才润的啊。哎，做鲍鱼弄好吃。好，鲍鱼好吃啊。嗯，鲍鱼有嚼头的。兄弟兄，不要耍流。嗯，要得。你啥子抱怨啊？怎么的？这个叫有点口难。怎么嗨了？哦。哎，阿公，整个龙虾尾巴。哇塞，好多肉啊！来，阿公。来不？嗯。哦。来，姐弟，最近女朋友熬烂，来。嗯。哎呀，熬不烂，比我带的瓜真哦。那你来吹一下嘛。我来吹一下。嗯，好吃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我，喜欢付老师，就关注我们。我是大米，我是大哥，我们两点，拜了个拜，拜了个拜，拜了个拜。